我要出柜吗？多元性别族群的人生课题。出柜 come out 指的是多元性别族群和别人曝光自己的身份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可能因为性向或性别认同不被他人承认，而必须隐藏在柜子里，期待有一天能够走出柜子，做自己。如果你正烦恼出柜，在考虑如何出柜前，可以先想一想，为何想出柜，想向谁出柜，期待的结果是什么，你是否准备好面对可能的风险等等问题。By the way， 千万不要逼人出柜，也不要帮别人出柜。期待未来不再有人需要为出柜烦恼，不再有人需要活在柜子里。更多出柜须知，欢迎参考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网站。